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我念的比较慢，是因为这边会回音。第二，有些人听不清楚，所以，当然，如果你会看中文，那就太好了。那八关斋戒是佛陀为在家菩萨，虽然想要解脱生死，看到别人出家，他也要解脱生死，但是却没有办法出家。但是佛陀说，你只要受八关斋戒，也可以证得解脱出家的功德。所以佛经说，外表上虽然大家受八关斋戒，但是重点是发心不一样，结果功德不一样。但是我们这边是大悲殿，这些护法诸天都是因为发了菩提心才来护持三宝。那如果我们不发起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那也会让这些天人天神菩萨看不起了，也不符合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用着观音菩萨的慈悲心、菩提心。所谓慈悲心，就是因为感受到其他众生的痛苦，就像你的妈妈在生病，你的儿子在生病，你心里会很痛啊，今天啊，感扣。所以老母拢会个囝讲心肝囝，对不对啊？心肝里面的很痛。各位，这个一定要培养，因为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别人的痛，那你就没有慈悲心。比如说，有一个小偷跑到你家来偷东西。一般人是赶快要叫警察抓他啊，把他赶走。但是一个菩萨就不一样了，他看到一个小偷来，哎呀，他会很痛。为什么？这个小偷为了钱不怕危险，搞不好会被打，搞不好会被抓去关，但是他是在穷的没办法啊，穷的没办法，只好去偷。就像一个乞丐，他已经快饿死了，他只好去偷人家的面包，他可能会被打。
但是对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他会心里很痛。自然的，各位，这一定要培养啊！如果你没有培养，那你就不算一个有慈悲心的人。那你这样来念经呢，力量就不大。所以我讲修行，就是在你碰到境界的时候，刚刚讲了小偷，你起什么念头？你的念头是骂他、讨厌他、想要打他，还是你的念头觉得他好可怜啊？啊，我怎么样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佛教的重点。就像你的先生有外遇，或是你的朋友有钱不还给你，然后你看到他，你起什么念头？你的念头是想要骂他，甚至要去骂那个女人。那原来我们没有修慈悲心啊。所以同样是女人，这个女人去爱上我老公，偷偷摸摸的，好可怜，这个叫悲心啊。同样是小孩子哦，然后这个女人跟我老公偷生小孩子，哎呀，那个小孩子好可怜。我想这个就是大乘佛教有修行的心态。所以为了这个来了解佛法，所以也愿今天大家升起这个关心众生苦。因为早上我看新闻，我每天都会看，在非洲中部南苏丹伊索比亚、坦桑尼亚、奈及利亚，每十分钟就会死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因为他们现在又要闹饥荒啊，传染病。所以当地的总统跟联合国求救，但是联合国在这方面四个国家钱也不够向世界要求救。所以各位，最近你要感受到这种痛苦，怎么帮助他们？当然我们有钱随缘，出多少算多少，但是在悲心上，很多人死掉了，儿童饿死了，他们正在痛苦的状态。在非洲也有经常有这些问题，甚至很多动物被杀掉。你想到这个啊，你内心里面就很痛。所以我要为他们修最圆满的功德。那最圆满的功德就是刚刚讲了大悲心，而且为了他们我一定要成佛，这个叫菩提心。而且最圆满的功德，我在家人能做什么？所以我要来受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是在家人在行为上最高的戒律。所以以这个最圆满的心态，最高的戒律，做各种功德，看哪一种功德最能够利益众生。那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虔诚供养三宝。所以各位，特别这一次供佛斋天法会这么庄严，供养诸佛菩萨，供养护法诸天，前面还摆了六桌，也为六道众生供养诸佛菩萨，愿诸佛菩萨乃至我们的功德融入给六道，愿他们脱离地狱道、恶鬼道、动物道，乃至所谓人道、天道轮回的痛苦。所以最高的功德永远不离开发菩提心，供养三宝，追求佛的智慧，以大悲心超度六道众生，愿他们脱离轮回，往生净土，将来成佛。那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守八关斋戒。当然佛陀经常说，你在这个世间布施1000亿美金，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功德呢，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
点一支香的功德。为什么？世间的福报时间到了就没有了，会变化的。但是佛是永恒的慈悲，永恒的智慧，无上功德，所以能够在佛前做大供养，超过4000-1000000亿美金的布施。那佛陀又说，那你了解供养三宝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你把这一尊观世音菩萨用纯粹的黄金，真正的钻石把它做起来，哇，这个功德很大。佛陀说的，你用无量劫的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不断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哇，那个功德福报很大，大得不得了。那佛陀说，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持戒的功德。何况各位今天要守八关斋戒八条，何况今天又是佛陀神变月，一万兆倍的功德，何况今天是佛陀出家纪念日。所以各位，今天我本来想要发一些剪刀，各位一人剪一些头发上来啊，这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没办法真的出家，那至少学佛陀自己割头发，对不对啊？然后割完头发，佛陀释迦牟尼佛割头发的时候，他就抓了这个头发，如果我能够成佛，这个头发不要掉在地上，然后就往天上撒。结果一撒，玉皇大帝赶快用盘子装起来，现在放在玉皇大帝的皇宫。所以等一下各位剪到头发，如果我可以成佛，看掉在哪里啊？当然意思是说，至少你种下这个出家的善根，你有这个出离心。所以在这种殊胜的日子，大家来守在家人最圆满的戒律，但是呢，希望大家用最圆满的心态。什么是最圆满的心态？修学佛法有三种心态。第一种，也就是大部分人来拜佛都是为了这个老公生病啊，儿子生病啊，所以我来拜佛。最近要做生意啊，啊，所以我来拜佛。最近买了一个房子啊，如何如何，这个叫世间的福报。你要得到这个世间的快乐，有钱啊，健康啊，家庭圆满啊，那佛法可以满足我们。只要你相信因果啊，守戒律，那就不会有坏运，布施就会有福报。那第二种世间的代表什么呢？他努力修行，但是他不追求这一辈子的快乐，他追求什么？来世的快乐啊。这个叫什么呢？舍弃今生，这一辈子苦没关系，下辈子升天啊，下辈子啊做富贵人。这个虽然是人天福报，但是超过于为这一辈子修的。所以呢，这两个合起来叫人天福报，这一辈子快乐，或者至少下辈子快乐。那第二种修行方法动机呢，已经开始有体悟了啊，世间的一切都是痛苦的，暂时的。像各位，如果你年纪超过60-70岁了，你会觉得结婚也不是快乐，但是个没法多这样，生儿子也不是快乐，但是又放不下啊，有一点无奈，有啊疼，无啊疼呢啊，就觉得这个世间没有这么就近啊。如果能够出家解脱生死，那才是就近。不然今天
印尼的总统给你做，你也觉得也没有这么快乐。虽然有一点很快乐的感受，但是上台就要下台，也不能做永远的。就算做永远的皇帝，那么哪一天也会死掉，也会生病。所以这个世间，凡是存在的，都会变化，都会痛苦，都没办法永远不变控制它。所以第二种修行方法是为了什么？来念一下：解脱生死轮回。对，就是希望像阿罗汉一样，没有贪嗔痴，没有轮回了。这个才是佛教的基本目的。这个叫出离心。那释迦牟尼佛说了，如果你以世间的福报追求长寿富贵、来世快乐，受一天八关斋戒，那你就可以七世升天，七世做富贵人。哪怕你天天在杀猪，哪怕你天天在造恶业，你只要受一次八关斋戒，那二十小劫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升天有富贵，来世做皇帝、做国王、做有钱的人。八关斋戒，以世间的心态来修的话，就有这个福报。然后呢，如果你能够以第二种心态，刚刚讲了脱离轮回、解脱生死来修行的话，那你可以得到六十小劫加三倍了，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乃至呢将来证得阿罗汉。但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能以慈悲心、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发愿成佛，来受八关斋戒，一天可以得到多少富贵，不堕落三恶道呢？念一下，两百万劫啊！各位，你知道发菩提心跟二十小劫，你看就差多少功德了？两百万，两百万一劫，一劫十四亿年，你想想看，一劫十四亿年。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外表都一样，都穿海青，甚至出家人外表都一样，但是因为发心动机不一样，功德不一样。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发起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的无上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三位法师主法？平常八关斋戒一位就可以了，就是要希望大家发菩提心，受菩提心的戒，好不好啊？以这个菩提心的戒，哪怕是一个刹那，佛经说，有人出家七天，一开始很认真，后来去吃肉啊，找女人睡觉啊。但是他至少那头七天他很认真，后来还俗了，但是就算他下地狱最多七个钟头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出家七天的功德。就像刚刚各位听我说，你受一天的八关斋戒，明天还要杀猪啊，还要做坏事啊，但是因为一天的八关斋戒，那你就七辈子升天，七辈子做富贵人，二十小劫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所以持戒的功德大不大？大。所以那如果我们用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那这个功德就更太大了。所以佛教说，一念菩提心，哪怕你只有十秒钟生菩提心，十一秒又去杀人了，但是这十秒的菩提心，就可以
就像一个最大的火，就把那些业障冰块消除掉了。所以各位虽然没有办法分分秒秒发菩提心，那至少像今天六斋日也是十斋日啊，至少各位好东西啊，做拍狼，初一十五做好狼，那你听得懂吗？啊，初一十五对老婆好啊，啊，不去外面歪歌啊，这样。初一十五假斋啊，不去钓鱼吃肉啊，那你这个功德，那就可以改变命运。所以，那各位如果平常每天拿十分钟来修菩提心啊，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不是为了自己子孙，也不是为了个人解脱，我念阿弥陀佛十分钟，愿所有往生者都去极乐世界，愿他们将来都成佛，愿所有活的人都发菩提心，哪怕十分钟都超过人家出家一辈子的功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发起一个菩提心，受八关斋戒一天，超过别人供养整个地球出家人的功德。那各位如果能够二十四小时用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那我们才能够有很大的力量，真的来帮助非洲啊、伊索皮亚、南苏丹的贫穷啊、灾难啊。联合国合起来的力量说不够，力量不够。所以佛经说，印尼如果有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住在印尼，整个印尼的世界就会改变。所以释迦牟尼佛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国家大灾难，传染病，没有东西吃，没有米，大家都快饿死了，又不没有水。那佛陀那个时候做菩萨，知道他们这个国家有灾难了，释迦牟尼佛呢就到他们的国家去修苦行，坐在树下，不给人家，人家给他饭，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很穷了，所以他不要跟人家要任何饭，他只有喝水，那个早上那个露水，喝露水，然后在树下修苦行，修忍辱，以这个菩提心愿整个国家改变命运。结果他在那边修行三个月，这个国家慢慢改变了，下雨了，花草树木长出来了，人不生病了。所以三个月以后，哇，当地的老百姓啊都来拜他，哇，因为这个出家人在我们这边打坐，你看，哇，我们整个都变了，所以大家把他当作神啊在拜。那个时候那个国王又开始打猎了，国家有钱啊，哦，他又开始去打猎了。结果国王在打猎的时候，一只鹿跑到佛陀的后面，因为这只鹿要被杀了，他还知道说来找有慈悲的人就安全了，往后面跑。结果国王追追追，看到佛陀坐在树下忍辱先忍，他说，哎，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鹿从你后面跑啊？他当然不能讲啊，他骗他说没有。哎呀，国王就有一点生气了，明明往你这边走，你怎么说没有？那你坐在这边干嘛？他说我在这边修忍辱。哦，国王就生气了，你到底讲不讲？你修忍辱，你不讲我杀你哦。啊，然后我们忍辱说我在修忍辱，我要有慈悲心。哇，国王越听越生气，就拿刀子把他的眼睛挖掉啊，手脚砍掉啊，耳朵斩掉啊。我看你修忍辱，我看你修忍辱，你怎么修啊？结果一斩掉躺在地上，整个太阳变黑色的。为什么？护法神生气了。护法神就是因为一个出家人慈悲修忍辱，为整个国家，这个护法神就来风调雨顺啊，下大雨，土地肥沃，传染病不见了。结果这个国王居然去杀这个慈悲的人，所以护法神想要把国王杀掉。
让这个国家毁灭掉，人家是为你们来帮助你国家，你居然杀他啊！结果那个时候，这一位忍辱菩萨的哥哥也是出家人，在其他国家的山上有神通啊，我的弟弟被砍被杀了啊，流很多血，他就赶快，他怕他弟弟生气，如果他弟弟生气，这个整个国家就会灭掉，所以他就用神通飞过来，把他弟弟手脚啊都帮他恢复。哦，弟弟，你不要生气，你千万不要生气，一生气以后整个国家就毁了。这个护法神呢，一生气就会降灾难。结果那个时候，我们忍辱菩萨哈哈哈哈大笑啊，大笑什么？哎呀，感谢国王啊，我修忍辱，当他在砍我骂我的时候，我居然都不生气啊！哦，我修忍辱慈悲，修成功了，修成功了。各位就是要这样修啊！啊，结果这个国王一看到这一幕啊，啊，跪下去忏悔，忏悔。哎呀，我错了，我错了。啊，他说：“哎，忍辱菩萨，你永远不要走啊！我用把你当作皇帝一样的供养啊。”所以各位，一个人可不可以改变世界？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我们现场这么多人，每个人以这种慈悲心、忍辱、清净的戒律来修行，回向给正在得癌症的人，他会好；回向给刚往生或者被车撞死的，他会超度；回向给我们整个印尼，他会风调雨顺。眼睛不瞪，所以眼睛漂亮；手被砍而不还击不打人，所以手好看啊；被砍头啊，不但不生气，很慈悲，所以头庄严。所以佛陀叫金刚不坏的身体，都是由修忍辱布施来的。那我想我们今天难得在佛陀神变月、佛陀出家日、供佛斋天啊，诸佛菩萨护法神降临加持，大家发起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跟我念一下：为所有众生，所以我一定要成佛，好不好？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了。那这样子的功德啊，超过整个地球出家为修阿罗汉的出家人的功德啊。所以发菩提心所一遍的八关斋戒，200万劫的福报。所以我必须一直提醒各位，不离开菩提心，好不好啊？所以今天啊，有人真的偷你钱，你都要忍，我明天再找你，今天我原谅你，好不好啊？啊，因为你今天守菩提心嘛，那你菩提心守一守，你到了明天就不会找他报仇，因为你的心态就改变了。啊，就像你把那个止痛药贴一下，贴了3个钟头，哎，过去了，那就不酸了，奇怪，它不酸了，不痛了。所以佛陀说，24个钟头很重要，24个钟头你守好，你本来说我明天才要去骂你，结果明天你就没有那个念头不见了。啊，所以以后各位碰到得癌症或是别人有什么灾难，你虽然没有很多钱帮助他，但是你可以用这个菩提心又来守八关斋戒，回向给他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方法，不要用心机说，哦，我要去拿很多钱，我要去设计什么，我才有能力帮助别人。菩提心是每个人都有的啊，只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贪嗔痴啊、造恶业，就像黄金被不好的石头啊、不好的土盖住了。你只要把这个不干净的洗干净，黄金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好不好啊？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一尊圆满的观音菩萨，这样了不了解？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就代表慈悲菩提心圆满相，就这个意思。
每个人都有圆满的观世音菩萨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拿出来用，这样就好了。观音菩萨面对别人伤害他，他只有同情他，帮助他。啊，观音菩萨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快乐或痛苦，他只想要对方。哇，这个人偷我的钱，这个人毁谤我，我可怜他，我如何帮助他？观音菩萨从来不会想到自己。就像你对你的儿子，从小他尿尿在你床上啊，他跟你吐牛奶，你都不会打他，哦，你会更好。结果你老公不回来吃晚饭，你就要给他打，你就要给他冤家。因为你对你的儿子可以忍辱，你希望他好，但是你对你的先生不公平啊。啊，但是菩萨不一样啦，菩萨是至少在这一刻我保持这样，所以佛陀知道我们不见得每天做得到，但至少八关斋戒做到，慢慢慢慢练习，你就会慢慢都做到了。今天受八关斋戒，多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受八关斋戒可以消除罪业三十劫啊，但是站在菩提心，你不要为自己想说，哇，我可以消除罪业三十劫，就是说我发菩提心受八关斋戒，念药师佛，愿所有众生消除三十劫的罪业。这样就像这个人啊，杀人已经杀了三十辈子了，这样啊，做了很多坏事了，但是你帮他受八关斋戒，回向给他们。所以各位，我们学佛的人千万不要因为你吃素就看不起别人吃肉，千万不要因为你守戒而看不起别人破戒，代表你没有慈悲心啊。有慈悲心的人，你破戒，我为你持戒回向给你啊。就像你儿子被倒了钱呐，妈妈会拿钱补他的，因为妈妈动机嘛，爱他疼惜他。所以作为一个菩萨，如果不疼惜对方，那你就不是菩萨。如果你一直公开的去讲别人的缺点，那你就不是菩萨。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现场800个人，你一进来坐得舒服吗？冷气够吗？你要一直想，一直想啊！你不能很自私说，我坐好位就好啊，我管你啊，我冷气有搞得好，我管你的热。那你代表你这个人平常很自私啦啊！所以各位，就像各位用工人，你给他这么少薪水，慈悲心不够哦。啊，你要说，哎，华人拿多少，印尼工人就拿多少，那你悲心够啊，那你赚的钱就比别人多，奇怪。但是你越吝啬，你赚的钱就比别人少，然后你还会生一个败家子，给你偷嘴，这样你怎么欺负人，人家怎么欺负你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那你修慈悲心呢、啊？你要平等对待啊！不要说这个凶，我们华人很厉害哦。这个工资便宜，我就请他；这个便宜的卖进来，贵的卖出去，掏穷哦，我叹嘴急了啊！但是有慈悲心的人，他不愿意这么做。已经这么穷了，我干嘛卖他这么贵？我要卖最便宜的药给他，我不要卖贵的药给他。虽然你过得穷穷的，但是你有慈悲心啊！你得到了世间的财富，却失去了慈悲心，是最可怜的人。记住这句话啊！你得到了你的地位，得到你的感情，得到你的金钱，却失去了慈悲心，你是最可怜的人。释迦牟尼佛说，你掌握慈悲心，你就得到所有佛陀的功德、
佛有佛陀的教法，就像观音菩萨，他是所有佛慈悲心合起来的力量，所以功德很大。所以做一个菩萨，所有伤害众生的恶业通通不要做，你不能为了赚钱去伤害到土地啊、水啊或其他众生，这个你要考虑。所有帮助众生的，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你都要去做。你不能说我是华人，我只有帮华人，我不帮其他人，这样不公平啊！因为你好事你都要帮助，人也好，蚂蚁也好，啊，对你好的、伤害你的，你都要帮助他，没有分别。事实上就这三条，那好好去实践。啊，虽然我们现在不是100分，搞不好只有20分，那至少我们有发心了，慢慢来，慢慢来啊。那各位以这个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41页，我已最后一行，我已经为各位禀宣三皈依，各位已经得到菩提心的戒体。来自八关斋戒的戒体，再为各位宣说八戒名相，让各位了解戒的形象，以保护你的菩提心的戒体、八关斋戒的戒体。特别后面这一句话，就是标准的菩提心菩萨戒。汝等当遍缘法界，不是世界哦，法界。世界是在法界里面，法界是地狱啊、恶鬼啊、畜生法界、人天法界、阿罗汉的法界，最高叫佛的法界，所以叫十个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叫四圣法界，地狱、鬼道、畜生道、天人、阿修罗叫六凡法界。所以我们呢，对上对下圆圆满满，所做的都是为了他们啊。也对诸佛菩萨负责任。今天我们说菩提心，说佛啊，你放心，我会跟你一样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啊。佛很高兴啊，佛找到一个好帮手啊，啊，佛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所以叫佛子。发菩提心以后，不叫佛弟子了，叫佛子，叫佛儿子了，也叫法王子。各位这样，但是做法王子不是一个骄傲，而是一种承担悲心啊，承担别人，承担所有痛苦。所以要针对一切有情，就是六道有情，非情山河大地，不分国家，包括非洲，都是我们的责任。慈悲心是一种承担众生苦，一种绝对把众生的责任跟佛的责任放在你身上啊。所以一切有情非情境界，我们都发起无上，就最高了，没有比这个最圆满了，叫无上菩提心啊！要让所有众生都离苦成佛，这样来守每一条戒律。好，愿今天的法会在你的家里天天都在举行，因为你的家里有一张佛像 OK， 有一个炉可以点一支香 OK 啊。那最主要是你的心态啊！我也希望从今天开始，各位在家里外面的花园啊、树下也放一个小小的炉，可以点一支香，就像我们跟他做烟供一样，可以放一杯水，加一点点米哦，为他们甘露啊。那你家就是一个慈悲道场啊，因为你一个人慈悲嘛，你家里也好，附近也好，整个世界都好。所以我想，道场大跟小，决定在你的心态。慈悲心就是道场。那你很努力的为你的家人，也为所有的众生在做，那我们就是真实的三宝弟子，叫什么？念一下，法王子。佛陀的儿子，好不好啊？大家来做佛陀的儿子，做佛陀的女儿。因为佛陀他受苦受难，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所有众生。
啊，只有所有众生都离开痛苦了，佛陀的痛苦轮回才停止。所以佛陀一直在轮回，叫大轮回。那我们是佛的弟子，我们要分担佛陀的痛苦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帮助众生，事实上就帮助自己了，就消业障了。啊，你帮助别人的小孩，你的小孩就活得很健康，很奇怪。你多帮助别人老人，你家老人就健康，你老了也健康。你很自私，都不去帮助别人老人，等你老了，没人要插你。你平常都不去帮人家助念，怕看到死人，后摆你就一个点点死。没人要插你，死得很难看。为什么？因为你从不帮助别人。所以我想各位，你哦，你家里比较有钱，因为你过去经常拿钱帮助别人嘛，所以就是很有钱嘛。啊，这个寺庙这么大，都是大家出钱盖的。念一下，随喜功德啊，所以盖寺庙的人、造佛像的人啊，随喜随喜，内心要随喜。他们盖好了，出这么多钱，法师这么慈悲，哦，我们来享受哎，对不对？来这边享受，哎呀，我们更要感恩他，做功德再感恩他。好，我想学佛，就像各位看不中文，没紧没紧，你看不懂中文没有关系，你有一颗慈悲心比较重要。啊，你很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又会讲印尼文，就是很自私，不好啊，不落音啊，没有用啊，啊，所以我想，佛法达摩祖师说的不立文字，达摩祖师说他不写文字下来，以心传心，他用心慈悲心传，有心的人跟他学，啊，所以达摩祖师面壁九年。有心的、有缘的传给他，啊，皇帝啦、学者来找他都没有用，不跟他讲话。所以我想各位呢，这一点我们要用佛的心放在你心里面，啊，佛怎么想，佛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能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做事啊，啊，这个叫皈依啊。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点是新竹地区举办北区联合护生点灯耀供暨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9月10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地点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地址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95-7号，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7368。生命电视桃园道场与桃园中心联合举办心灵讲座，恭请海涛法师主讲，日期9月12号星期二晚上7点，地点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地址桃园市桃园区成功路3段38号，联络电话03-331-0553，03-347-7666，出桃园火车站站前后，直走中正路到同林百货，左转中华路搭105公车，即可到达桃园高中。
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一心定理，水中佛，五百窟尊者。如果各位去过缅甸、泰国，到处就看到这尊，这个叫发财佛、所以叫水中发财佛。所以要发财就要拜这一尊、为什么？因为这一尊就是佛陀涅槃以后的第四个祖师，迦叶尊者、安澜尊者、桑那合修，第四个叫优婆橘多尊者。这个优婆橘多 尊者，那阿育王杀了84000，杀人魔王阿育王，很可怕的。阿育王那个时候为了毁坏佛教啊，居然把那个菩提树，就菩提盖亚的菩提树，硬把它烧掉，好几次把它烧了光光。他不喜欢佛教，杀了很多人。后来这个优婆橘多尊者，他是在水里面修行的，看情况了，他就示现在阿育王面前，度了阿育王。阿育王才知道，哎呀，我错了。然后他说，那我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优婆橘多尊者说，那可以啊，你总共杀多少？我至少杀了84000人啊。阿育王啊，把他的皇后啊、宫女通通杀掉了，你看多狠。所以他就该说，可以，你杀了84000人，你只要在这个世界盖84000个佛舍利塔，就可以消恶业，这样啊。所以阿育王就决心要盖。而且他过去毁坏佛教，所以他就发愿要护持佛教，所以我们的第三次佛经结集就是阿育王办的。但是要办这个障碍可大了，那些魔啊、那些龙都要障碍他。那时候怎么办？很多出家人说，阿育王没办法，你要请你师父啊，优婆橘多尊者从水里面出来护持啊。所以第三次佛经结集就是这一位优婆橘多尊者护持的、才能够盖完，在7年7个月0.7天盖完84000个佛塔，把佛经又重新结集。所以优婆橘多尊者，各位要说，你要降魔啊、降小人啊，都念他的名字。他也有发愿，从佛陀涅槃到未来佛出生之前，弥勒菩萨，这个世间人如果你要做善事需要钱的，只要念他的名字就好了。重不重要？重要啊！我们这边要盖什么？盖菩提塔，要盖疗房，这要求优婆橘多尊者。所以辽国的、缅甸的每一个寺庙都摆着他。那优婆橘多尊者为什么会头歪歪的在笑，看着太阳呢？他很慈悲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缅甸啊，那些小沙弥一大早就要出去拖钵啊饭啊，那赶回来中午吃饭没有拖到钵，好像就不好意思回来吃饭，那一天就饿肚子了。结果有一次有很多小沙弥出去托钵，走了很远的路，过了时间了才回来。他想啊，今天不能吃饭了、小和尚啊，中午也不能吃，晚上也不能吃、受不了了。那优婆橘多尊者很慈悲啊，当他们正在回来赶回来，等一下不能吃饭，他头就看太阳，太阳就跑回去了。他说这样可以吃了，还没过午，赶快吧。所以非常慈悲，所以他们就把优婆橘多尊者看，他的脸很庄严，看着太阳在微笑。代表禅定神通第一所以他这个钵也代表一种金钱。后来优婆橘多尊者为了帮助小和尚他怎么办？他就化成小沙弥，能够去供养到小沙弥，那个人就会发财。所以缅甸人礼拜三一大早2-3点就有人出在门口等了，有没有小和尚来？因为那个都是乌帕古尊者示现的，所以你能够供养到乌帕古尊者，保证发财，这样所以他叫发财佛因为你事实上乌巴古尊者示现成这样，让你连对那个最可怜的、最不尊敬的人家，不是小沙弥，你都要尊敬你才有福报这样示现所以呢，各位将来就可以请一尊在家里，你去那个小乘的佛具店，一定有在请这一尊，甚至挂在身上
啊，做生意的人请回来还给他贴金哦，贴金哦。啊，他供养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优婆尊者放在那边，底下供一盘水，这样就好了。他叫水中如来，啊，所以水中发财佛也叫莲花佛，啊，那修行人如果礼拜他就没有障碍，没有那些魔的障碍，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念下来，一心顶礼，水中如来，乌巴库尊者，啊。所以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来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多认识这样佛菩萨，那好了，来利益众生。在大乘佛教里面，最重要的是发愿。如果要成佛，不发愿，不可能成佛。当然，我这样讲，各位你要真心的问自己：你愿意成佛吗？啊，那为什么要成佛？就像很多人生病了，如果没有医生，这个病人最后病死。所以成佛的愿，是因为你看到、感受到很多众生在受苦，而且这些众生都像你妈妈、爸爸一样，你对他有这个感受。所以有一句话叫不忍众生苦啊，就没办法忍受，只要有一个生命受苦在你面前被你知道，你心里就很痛苦。就像各位听到你的爱人儿子车祸了，你就痛苦得不得了，急得不得了，想尽办法一定要去帮助他。那学大乘佛教，那我们一定要培养这个心态。一般人都很喜欢说如何累积功德有福报，如何赶快消业障。那经典就这样说了，当你用尽各种方法发起愿众生离苦而成佛的菩提心，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个是消业障、积资粮最快的方法，而且你必然会得到世间所有的福报。所以我们受八关斋戒，站在菩萨道，当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快乐，或是所谓解脱生死，因为菩萨道是关心别人、关心众生超过自己。就像一个老妈妈，她再怎么苦都没关系，只要小孩子有饭吃、幸福，她最后生病死了，他还在想着小孩子，就是希望对方好就好了，自己苦没有关系。那作为一个菩萨，他就是要让自己一直去培养这种心态，
也因为如此，我们知道八关斋戒功德很大，所以佛经说，你去供养整个地球所有出家人都把它供养得很好，还不如自己守八关斋戒一天的功德啊。就像各位知道，佛教里面对佛陀伤害最大的魔王，他的力量很大，魔王波旬，他在欲界的第六天超过玉皇大帝。那有人问佛陀说，魔王为什么他力量这么大，在欲界的第六天又能够破坏到佛陀，破坏到佛法？那释迦牟尼佛说，因为魔王曾经有一次，人家传八关斋戒，他也参加一天，就这样而已。所以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功德、力量、福报，包括各位等一下会读到，如果有一个阎浮提国王，这个阎浮提国王，他管的不是光一个地球，几百万个地球，这么多的老百姓，那这一位国王能够让所有的人老百姓从出生到死亡都有很多黄金珠宝钱，他们一辈子都不用赚钱，就像神一样的这样快乐，都是由这个国王来布施。那你会想说，哇，这个国王福报功德很大很大。但是佛陀说，那阎浮提王功德不如我们守一天八关斋戒功德的十六分之一。所以佛经里面用各种的方法来描述八关斋戒或是守戒的功德。那当然我们不能有一个贪的心态，哇，我要贪这个功德。那为什么那佛陀要讲呢？那因为这个功德，那你才可以有这么好的善根去回向给众生，以这么好的善根能够让自己赶快成佛，就会有真实的资格去帮助众生。所以就像我早上说的，那各位要得到所有最高的功德，那供一朵花，供一支香，拜一个佛，乃至合掌一下，都用最圆满的菩提心来合掌，来拜佛，来念佛，那就可以，你就可以得到最最最最圆满的善根功德。那这些善根功德才足以来回向所有的众生离开痛苦也成佛，那就是我们行菩萨道发愿的意义啊。简单的说，一个有悲心的人，你家里有十个老人躺在那边，有二十个小孩子躺在那边，就靠你一个人去赚钱，他们才可以活。所以为了如此，那这个人他一定要让自己很健康，脑筋很好，反应很快，又有各种的能力，他才能够赚足够的钱来养这么多老人小孩。那作为一个菩萨，那更不用谈了。菩萨的对象是什么？